这米哈游就是个披着异域风的空壳，但这一次原神我站定了。就在不久前，一些海外玩家通过解包的方式将原神即将登场的来自阿拉伯、埃及以及印度的三位新角色偷跑了出来。这本来啊是一件让众多玩家开心的事儿，但却被国外的魔怔人打全了。你们的角色太白了，设计有问题，印度、埃及应该是黑皮。哪怕是当地的人出来辟谣，这里肤色本来就多样，不要谈论什么狗屁代表，虚拟的角色很好，还是有魔怔人说出了，再白中东人也不可能这么白。这真的是打开手机吃肉，登上推特骂娘。对于这种事情，我只想说，建议原神应该出一个特供版，移出星焰外的所有角色，并将星焰改为常驻池，而且在今后的所有活动中只有星焰 UP， 用魔法打败魔法才是正道。